也认识好一阵子，那就是大家还是会一群朋友出去吃饭什么的，对呀。所以你知道他喜欢你，可是你还在犹豫。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不错的人，那只是说因为其实认识也不久，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就是再多了解。刚不说认识很久了吗？对啊，一阵子一阵子，没有到很久了。所以还要再多久你才愿意跟他在一起？看顺其自然吧，看感觉。你认识小钟本人吗？不认识。所以认识一定会需要一个原因嘛，不可能因为都在演艺圈就认得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认得的？我们是之前朋友约唱歌，然后那一曲，那一次唱歌还蛮多人的。还有谁？那一次是韦伯约的，然后有很多啊，阿 Ken 纳豆、小田一堆人，十几个。阿 Ken 纳豆对都有，就大家大家。所以我们如果去问阿 Ken 跟纳豆，就会问出当天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当天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一起唱歌。所以那天不是存心要把你介绍给小钟吗？没有啦，没有，就只是因为刚好那天晚上，那他就是 APP 问大家有空的就一起出来唱歌。然后呢？后来怎么发展的？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喜欢旅游，我也喜欢旅游，然后我们就是会有几个朋友。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旅游？有麦克风的人才有办法唱歌嘛，那其他人一定是聊天呐。觉得 Roger 被灯笼困住了。哎，对，有忘记，我是时间忘记他们两个。很 OK 啊，很 OK 吗？你放松一点啦，怎么会这么放松一点？又不是打，你这样太紧张了。好像不适合平，是鞋子吗？还是？对鞋子的问题，太大了，是不是？这件衣服的设计师确实很令人难懂哎。哎，你讲的真的很对，肋骨不能理解。对，如果他这边是全黑的话，会不会就好一点？你说的完全没错，不懂为什么。所以这个买这件，这个 V 的程度已经超过你的尺度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穿内衣，而且他有点松，就很怕滑下来，而且就是这是陈美里。这是巧克力的，巧克力的。你到底看中了哪一点呢？巧克力你自己进去穿，你这很过分呢，叫人家穿然后。可是郭雪芙，我真的不得不讲，你完全不适合露出肩膀以下的部位。是，赶快放他进去换掉。对，你包起来，把自己包起来。我觉得是。你去巧克力，你去穿给我们看。这件衣服太古怪了啦，你真的很过分，乱买。那是整人玩具吗？为什么他的那个胸口的部分看起来那么怪啊？因为他那个上围后面是松紧带，怕他要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就必须夹得很紧。所以我们别针别很紧，他就会压胸。我们把紫色的绷带给郭雪芙试试看，好不好？说不定会好看哦。对，那个麻烦你，好，请李玉芬拿过去。是是是，你不要进去。哎呀，差点便宜了陈慧姐，太穿了。你刚才想要自然的走进去，真的不要脸。我给 Roger 老师，然后 Roger 老师，真的是色胚耶。不要再这样讲，大家慢慢会相信。不要开玩笑。来，宋敏晴，我看看你带来的衣服。因为我平常都是穿这种类的，这就写了你名字哎，那件蓝色的。我比较喜欢洋装，是比较不用就是考虑上半身、下半身怎么打扮，就一件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 OK。所以如果是旁边的音符穿的那种衣服，你会穿吗 ？OK， 也 OK。可是那个宝石会不会有点太高调啊？哦，对，刚才还没有聊完。对对对，难怪你觉得心口怪怪的。所以你们聊旅游，然后呢就一起去旅游吗？就是大家一群朋友一起出，有一起去旅游了，一群朋友，而且去哪里？如果是海岛国家就有问题。没有，就只是在那个就阳明山什么的，就一群朋友，然后在台湾本岛有泡温泉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那时候就是大家会一起去看海域季什么的。会不会小钟下次上我们节目，我问他就说你是他的女朋友？应该不会。你跟小钟有约好了说法没？不是啦，因为真的现在还没有，就现在都还是好朋友而已。所以当时被拍到有吓到吗？有吓到，因为 那拍到的时候，你脸上的表情是惊慌的那种吗？我们不晓得我被拍到，是那个报纸出来才知道。而且那一次其实是，我们也是一群人，然后约去我家玩，就是要去我家聊天。那时候我们两个，就是其他人还没到，我们两个才说那先到我家附近先吃个东西，等其他人来。就是怎么可能是一群朋友都集体没到，只有他一个人到？不是，因为他通告已经先结束了，那其他人的通告还没结束，集体都还没结束，只有他一个人结束。
就是没有，因为他的时间就是先结束，他还有一段时间。他讲完话就离开节目，继续留在那个节目里。我跟你讲，灯笼还蛮精彩的。真的吗？灯笼好。好了。哇！我觉得你穿好合理哦。不是，只是有一种，好像是某一种昆虫里的女王的感觉。而且他露肋骨也不对啊。郭雪芙，你不应该这样若无其事的飘在后面，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你出来。郭雪芙，你放心，我看看这件比较不尴尬了。对，这件很好哎。对啊，这件你穿起来好看，可是就不是你。可是你好像没有在呼吸耶，你要不要呼吸？哎呦，被发现了，太紧了。你这边太紧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很。很勒是不是？我们也不好呼吸了。怎么会有人？怎么会有人那么不适合露出胸脯啊？不是，因为他好像肩膀很僵硬的感觉。Roger 他怎么了？他就是不放松吗？他不放松了，所以我们要怎么规劝他？其实放轻松会很漂亮哎，你放轻松了。有的人不习惯穿露的时候，他就会一直驼背，越驼越不好。那个你先呼吸一下，我们先处理灯笼哈。应该就是想要给他咕叽咕叽吧。你可以走一下吗？这件比刚才那件客气吧，是不是？好，试试看。他倒是蛮能穿怪衣服。对。奇怪。好，来请坐哈。所以刚才为什么他穿这件比刚才穿那个灯笼好看呢？对啊，因为这件的衣服的比例对他来讲比较正确，那个灯笼的上身的比例好像跟他的身体的比例不太对。而且这件衣服就是比灯笼那件好看很多。所以郭雪芙这件对你来讲最不安的事情也是胸口吗？它整个其实很贴，所以不太能呼吸，然后坐不下来，是不是？对，怕就是可能会有一层。所以你如果现在呼吸的话，是会有小腹吗？有一点。所以李玉芬，你怎么，你没有这个问题吗？也是有，可是就豁出去了。对啊，但是和声就觉得比露上面还性感。对，我觉得。你觉得线条比较线条比较重要，嗯。所以你的背面有值得观赏的地方吗？我没看过自己背。哦，背面很漂亮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转边。对，没问题。OK， 郭雪芙走一下台步吧，这件很好看。放松好，不要跌倒。其实蛮好看的，很好看啊，很好看呐。好紧，不太紧。感觉我好像在逼你做什么坏事，好不好？他连高跟鞋都不太行。